不用多，就一颗就行。哎，十二，再还能来一个，十号差一点啊。哎呀，我天哪，这大号球冲的完美啊，完美无瑕呀，这冲的。十四，选个球，中杆。然后打十号的话可以走两库啊，走两库的话九号中袋啊，中低杆左塞，走两库啊，一百，哎，我这劲儿走的啊，走这个袋啊，啊这个中袋，这啥台球啊，这个中袋啊，这中袋行啊，这中袋啊，这中袋得薄点的，这中袋啊，看着啊哈。薄边你就搂他，哎呦我去，这一杆进几个呀，那也进了，这啥台球的呀，这是啊，这球我看看啊，十三中袋高杆推，可以叫十五旁边的这个中袋啊，旁边的，然后十五的话高杆一推，这球没有走位的球，老铁们推进就有，看见没，全是自然位啊，这球也没啥思路啊，全是基本功啊。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你学废了吗 ？Nice， 点个关注吧。